最近发现了一件事，估计 GPT 也没办法回答我这个问题，所以我把这个问题抛出来，让大家参考看看，是不是大家也有面临到一样的问题。当你的网页浏览 YT 影片的时候，画面不全荧幕就会一直不定期出现这种破碎式的闪烁，但是当你把它放大全荧幕的时候，这问题又消失了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遇到一样的问题呢？再麻烦提供方法，感激不尽。